不少人都會認同狗是有情有義的動物，有研究仲發現養狗的人命都長一點。不是澳洲，一隻寵物狗就在大火之中救了主人一命。陳穎講下。事發在星期一深夜，澳洲悉尼郊區 Eagle Vale 58歲男人 George Rutansky 在睡夢中被兩歲寵物狗 Gucci 吠醒。他说当时大火已经烧起，但是烟雾警报器没响，可能因为天花已经塌陷或者警报器本身失灵。在邻居协助下，主人和狗狗都平安。大火可能是因为太阳房有未熄的香烟或者蜡烛而引起。Rutansky 的屋全部烧毁，他现在一无所有，只是剩下一条命与狗狗共度余生。狗狗为主人添寿的讲法亦都有科学研究支持。多伦多大学昨日发表的报告显示，狗主人早逝的风险比一般人低 24%。 在已经患有心脏疾病的社群中，养狗者的死亡风险更加比没养狗的低 31%。 报告指当中主要原因是主人放狗令自己每日平均运动30分钟，抚摸狗狗亦都令他们减低血压、忧虑和抑郁。研究以6个国家400万人由1950至2019年的数据为基础。不过从动物权益的角度看，这个养生方式不适用于不懂照顾狗狗的人。狗狗或者都明白主人是锡佢，不是利用佢。